知不知道？所以没叫。吴岩哥，你们去现场了没有？今天好显老是吧？本来也不年轻呀。刘德华去哪？石家庄啊。小哥，小哥来了吗？小哥，把扎起来漂亮是吧？我头发太多了，扎起来脸就显小了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古天乐会。古天乐他跟我们不是一个系的，古天乐是演员，我们是歌手，不一样的。对，扎起来脸显小。我平时我也不散头发，就是睡觉散头发了。讲我小哥来了吗？小哥你来了吗？小哥，谢大宝哦，谢大宝，明天晚上去户外直播，嗯，小哥，欢迎我小哥，迷路了。有没有来现场的？有没有到现场的？有没有谢私房菜？昨天好像有两个来现场拜师的，河南的，到这就说花姐，我那个我把那个，如果要收我的话，我回去就把我的行李全部打包了，就直接跟着你走了。我说可以。吃饭了没有？没有。他说打包了跟我走，我说行。有脚气吗？没有。到现场的有没有？有多少人到现场了？拜花姐为师，可以啊。报销机票吗？哪有钱？没有钱。秋哥会去吗？秋哥不是被人打了吗？秋哥应该来不了吧？包吃包住吗？没有钱。明天晚上去找你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明天有很多的神秘嘉宾哦，你们可以过来啊。秋哥咋了？小巩会去吗？秋哥不来，小巩怎么可能来？对吧？你在抠脚吗？自己的脚你还嫌弃吗？今天几点开始？明天七点，但是我们中午就会在那边彩排了。开饭喽，不吃了。鸭舌头回去吗？鸭舌头到时候会去
老家吧。镇定南盟，不是南盟，是那个啊，谢谢小斋，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洋河门洋河楼。谢谢宅哥，感谢宅哥的跑车，谢抠完脚在喝水，好样的。好像我脚长得挺漂亮的啊。真像这个发型没谁了。他们为了不让我去都不联系我。我六点钟就问他们起床了没有，也没一个人理我的到现在。啥味？酸酸酸酸的，带点那个熏香味。没睡醒。没睡觉。不去凤阳吗？去20号在小港，我们的地方定在小港，小港村。小哥你给拿的那个茶老好了，新的，好香。香香甜甜，有点臭。唐毅来不来？唐毅不来，我没叫。谢我宅哥。家人们自己的活动不能老叫别人，还得自己，是不是？自己多大的力量，多大肚子吃多大的饭呗，老叫别人欠人情，对，是不是？虽然唐毅那边我去了2次，但是以后碰到了。就过来捧个场呗，朋友之间嘛，相互帮忙嘛，对吧？你说你特意叫别人，那别人也有事情嘛，是不是？那我也不好意思，人家团队那么大，你说你把别人叫过来，不来又不好，是不是？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我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。欠别人的人情不好。家人们，谢我四弟哥。还在上海吗？其实你叫我阿姨是很正常的，我都快40岁的人了，对不对？花姐有格局，不是。我说的都实话，我这发型没事，戴个帽子。小哥，你吃饭了吗？小哥，嗯，我在房间戴帽子，人家会不会傻逼？没有化妆就丑。住酒店了，我不住酒店，我睡大街呀、啊！真是，是卖帽子。我明天准备弄一个那个帽子，有花姐的那个，然后拿去卖，可以吗？我姐，你们什么时候回来？
可以闭麦，你们关注一下我呗，有条件的加入一下会员可以吗？加入一下会员。这个头顶的爱心旁边有个 VIP 会员，你们加一下，有条件的加一下啊。然后这个群里没有几个人，是专领专辑的那个群 U 盘，你们进这个群啊。那谢谢唐笑雷成为我们家的会员，14个人啊。戴帽子更丑。谢小宅啊，谢我宅哥成为我们家的会员，谢我宅哥，谢雪人，16个人了，谢谢大家啊。对，你们进去之后大概是专辑一个星期能出来。谢谢我自由人啊，一个星期出来就给你们寄啊，到时候我在里面会问你们要地址，然后让我扩姐给你们寄啊。就这个小号嘛，对，记啥东西？会员，会员，记专辑。在河北，对，户外，明天你们过来呗，我一会儿要去彩排，我也不知道他们起来了没有。这个谁呀，烦死了。谢我会员哥加入咱们家的那个会员群啊，明天在河北哪里？那个标题都写的明明白白的，你还要问，你是不是傻？努力的花姐，我最近太瘦了，真的。眉毛都长出来了。我开了一点那个美妆，明天晚上7点，你们今天就可以来啊！有附近想唱歌的上台的，我不是答应粉丝都可以上台吗？就是你们今天就可以来彩排，知道吧？花姐的歌最近可好听了，必须好听，谢我弟。谢我弟哥，我姐你们回来了没有？要多久啊？彩排直播吗？我不会直播吧？不会直播。小豆芽他们会直播呀，怎么加入我的团队？主页上面有微信，马洪涛找你了吗？马洪涛他们都来呀，在这边待几天，一个星期，
哎，你们河北有什么好吃的？有没有什么好吃的？不是商演，是我演出那个直播，直播。我不是跟你们讲今年我会户外直播吗？不是演出。驴肉热。不敢吃。我姐以前经常给我们寄那个驴肉，火烧驴肉是吧？河北哪里直播？你们可以看一下大号。晚上回去了，好的。感谢我翟哥，翟哥你是谁呀？哦，哦，猪，完了睡不着，失眠了，给我刷个嘉年华。小风，小风，我们在看小号，睡不着了，失眠了。石家庄，对对对对，你们要不要来？拜我为师，可以啊，你不怕累你就来呗，我今年一年都会在户外跑演出。来呗。这都不是石家庄什么地方？石家庄镇定古城。我搜了十斤，这样播也太接地气了，我天天都这样播呀，所以我粉丝多呀，你没事也这样播。小芳，我都是这样的呀，我有时候上饭也直播呀，可能你认识我太晚了，对不对，胡娃大队？小峰，明天来直播间里玩哦，明天户外。不在厦门，我在河北石家庄，在镇定机场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下飞机20分钟就到我的场地了。镇定古城。不冷不冷不冷。现在不要刷了。不要刷了。我只需要嘉年华，不需要这个。这家都被我扣掉了，我的牛。
胃口变大了，野心太大了。我操，就一个嘉年华我就礼物。不跟你们聊了，下播了，我就逛街去了。我一夜没睡呀、啊，加盟加入一下会员啊！你已经提前到厦门了，那你就在厦门待着吧，我又不在厦门。哎，我那个大号可以挂在这小号，然后告诉他们一下我在哪吗？可以吗？应该是可以哈，是不是？你在河北镇定吗？对，连麦可以是吧？但是太丑了，太丑了。他这是谁的家乡？赵子龙。我去做你的情人可以吗？你要不怕死的话，你就来吧。要扛揍，不是，不是要扛揍。河北狼牙山，河北有狼牙山吗？什么时候回凤阳？20号。河北有狼牙山吗？其实我长得还好，不算太丑，真的，就是上镜不好看。你说我多少斤？我才80多斤。我给你们看一下我，估计这一会儿得胖了，因为我刚刚吃了3碗大米饭。这一会儿估计我得胖了。然后就穿衣服了，所以他就胖了。哎呀，还是没胖，还是又瘦了，我操！哎，我是怎么弄？你们猜我多高？刚刚是84，84，我刚刚拉了一泡屎。我靠，又瘦了，我去！华姐有没有带帅哥？哪个？有，带了一个小帅哥，他惹我生气，我给他撵出去了。你们猜我多高？我去洗头去。我姐，你们回来了是吧？
多高？猜我多高？猜我多高？15吧，1米5。这个酒窝真漂亮。你们可以，你们我这严重的营养不良，对，在路上。我昨天看到一家服装店，我们去逛街去。逛完街回来，我洗个澡，不睡了，今天晚上再睡吧。这两天被那个赶飞机呀、演出呀搞得睡不好，烦死了。海波，海波是谁？退网55000的粉丝，这么多粉丝你退网，你们太可惜了。欢迎我榜一大哥，榜一大哥，你到现在没睡觉吗？多高？哇，我1米5，1米580斤也瘦啊，82斤，84斤是吧？八十几斤。谢谢秋之。哎，我来设置一个心愿单，搞到了我就下播了，去买套衣服穿。我现在感觉我怎么这么会套路了？那也搞一个，搞一个是一个，有人刷更好，没人刷也无所谓了。完事，设好心愿单了，最高的心愿单，1米5买什么衣服？1米5不能穿衣服吗？哭了，我昨天晚上5点钟吧，哭了，眼睛都哭肿，哭我的回忆，哭我的失忆，哎。这么多年想一想太惨了，然后哭，嗓子还这么哑，休息了这么多天也没休息过来，心想着吧，今年能赚几个嘉年华去买两套衣服。买童哥，家门30个华子，能完成一半的任务也行。
我和宰哥的回忆。加没加入一下会员啊？然后刷嘉年华是300块钱一个。加会员刷华子是300块钱一个。我看到大鹏来了。加会员先加完会员，然后嘉年华是本来是30000币，然后最后要300币啊。我要开了啊，欢喜哥，你要开什么？你要给我开华子吗？不要动啊，安安静静的啊，有大哥要刷华子了。我叫你看开点。欢喜哥，你是不是我铁粉？是不是？皮笑肉不笑，你的状态好像得了抑郁症，得了抑郁症的状态都是这样子的吗？在镇定鼓楼古城，镇定古城，对对对，就是为华子着迷呗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人老心不老，我是真老了。有事找宰哥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我一看你妈就不铁粉，我不想骂人哦，别逼我。你骂人厉害，他这样人叫缺德，知道吧？这样人骂生儿子都没屁，知道吧？他妈去骂人干嘛？宰哥是你爹呀？你真的，你不知道我们胡话大队骂你，你都不快活，知道吧？不能有格局，人家都骂你了，你还有格局，是吧？我做不到，我多少年了，是吧？欢喜哥，你妈去骂人了吧？是不是？老头，你踢他干嘛？老头，你别踢啊，你叫他在里面玩一会呗。我这边有多少管理啊？我给赵老头管理下了。
有那么一两个人不挺好玩的吗？我在等我阔姐，然后我马上去现场。大鹏，大鹏，你人呢？好吃懒做的女人，我操！还有人说我好吃懒做，哎，你们说我不要理这些小黑粉，你说他们是不是脑残？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我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吗？烦死了。嗯，是的，是吧？红星镇老乡，老乡，过两天我就回家了。嗯，不跟你们聊了，我太丑了，我要下播了。我明天好好直播的呀，我去现场给你们看笑话。哦，好困，我就是睡不着，我不想睡着，所以说我就睡不着。我挂了，挂了。明天古城直播间里面应该有20万人啊，10万加啊，你们明天都来啊。我去钓鱼了，我约的下午1点钟跟朋友去钓鱼，我先挂了啊。石家庄镇定啊，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大号花姐狂浪的那个号啊，你们看一下，看一下了之后，明天仔哥来没来？你猜啊，行不行？明天下晚上7点，明天晚上7点我去彩排去。阔姐，你们还有多久到？哥，我都会钓鱼，更何况鱼了，对不对？马大，还有多久到？风大雨，越大雨，浪越滚。哎，马上到，好，我下播了。